阮吼，那迄阵少年的时阵，我拢再去环岛，一年拢一定一届。啊，有一届要安嘛，光景足水的，伊心情好讲。同啊同啊，我讲你载偌久，咱要环岛，搁载偌久？啊，我也是要讲，我80岁若无死，我一定搁载。本来才过两三年，你个变大算鬼啊！我有你想讲吼，我载你来坐一年，吼，你若有希望，讲叫我载，我搁应你吼。若有希望，你先飞哈，先飞哈。这才是某，你看，我最后你载一摆，啊个死啊个安尼。安尼我了解，无我了解，好，哦，这罗在唔在有这行啊？不，真是强广，包容照到我们根本在研究的东西。老人家哦，你看在现在很心情很好，但是两天三天你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道哈，变化很快。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如何有这样的体力完成？我觉得重要是那个体力。我们这次有台湾啊，没退休以前都想梦想。每天练个10分钟、20分钟，半个钟头这样子，在那个大马路上的那个中线那里，那来往的车就说：“你为什么开车开在中间呢？”他就不知道我天天在练习啊。如果是我自己演的话，我会劝退，我不希望他参加，因为我不希望他去报这个戏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这样，你们太懂得了，我们都很谢谢你。一条小虾米，我们在外，一点嘛哈，另外一点。今天呢，认识你终于，我们两个是最好的，但是如今我们重逢，而且呢，还愉快的欢乐旅游。兄弟小面人，我不晓得孩子的游戏这么好玩了。哎，我有一天哦，突然看到，哇，好多人带助听器哦，这些人真的可以完完全全吗？这个是海水，像一样打着身上，没感觉到。那不是海水，真的下雨了。